镇参加这一个盛大的活动，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哦，对于我们画家呢，他非常的爱护哦，他还我认为我们画家缺少笔，还有缺少墨，他还会赞助我们。哎，我是被拍马屁出来的，所以呢，现在请他自己讲哈。他讲得非常好，不要选一个理由。谢谢谢谢大姐董事长哈，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苏哈，苏景斌，我本身在大陆是有一个白山的专卖会长，那我今天被大姐感动到来参加这个第四届的国际艺术节，那我站在一个台湾的人士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呼吁我们的艺术家，他们这个工作非常辛苦，非常辛劳，永远忍住了最寂寞的那一刻。今天有机会让他们展现出来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个很大的掌声。掌声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支持这个活动，让这个活动办得越来越大，发扬光大，放远到全球去。好，谢谢各位。真的，他的鼓励不是鼓励，而是真心话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请鼓励一下。